就打别人掉吧。那我看一下有没有牛。你们刚刚有看到吗？没有。No。有矿欸。好衰啊，怎么这么衰？嘿嘿嘿，这是连粒子效果都没有的透明欸。欸，真的耶。欸，这么大啊。那你们打，难怪他机会说你打得到你就打。因为他已经预设应该是打不到，因为连粒子效果都没。真刺激。真的。哎呦，我有皮革了。哎，我刚刚本来就有掉皮。我看到蘑菇了，哎呦！刚刚看到了，看到好好远哦。对啊，真的是对角哎、嗯。我们刚好在比较衰的位置。对啊。哇，好高！你们还在刚刚那附近吗？没有，我们跑去要找蘑菇。好，我追你，我想办法追上你们。好，没事的。追不到，我怎么？对角，所以你们真的是你们有过河吗？过了，对，我们在 X50负80、嗯、好，那就是这个方向没错、嗯。哦，我看到你刚刚说有洞窟了啦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哎、欸，对，有人，这假的啦。一般走路会有粒子吗？跑步才会有，跑步才会有，跑步才有，跑步才有。好可怕哦！太冻哭你吧！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繁星安安，刚看到，刚看到粒子是完全透明的。对，有人在挥。对，好像有人在挥。他是感应到你们的存在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有稿子在飘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在对面。你是说负八十哦？对、啊、白痴，我走错地方了，我走到 X200多，我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僵尸在追人哎、欸！哎，故宫，等下下面有故宫，等一下，还是我要先打，还追人、欸？你要打什么？僵尸在，他是在追人吗？嗯。你们好遥远哦。等一下，僵尸声音怎么那么近啊？是在正下方而已吗？超大声的、欸。对啊，下面有个洞。下面有一个洞窟啊！我看到你们了啦。看到吗？原来你们在这边哦、喔。这附近有人哦、喔。我看到粒子效果啊！哎、欸，这边怎么？哎、欸，嗯。等一下你要确定看到半透明的哦、喔。我看到你们半透明，但是你们感谢他们帮。看到你们的后面。我看到你们，看到你们。我刚刚我们两个中间有人哦、喔，刚刚有空。难怪刚刚僵尸好像有在往哪个方向追。来刷存在感，贺顺便贺教主。我们还要在这边逗留吗？打蘑菇啊！我在打了。好，蘑菇太重要了。OK， 你们红色的有打到吗？还没。我去找红色的。我还在找人。嗯，还有四分钟。那个僵尸在那边，哦，好紧张哦！天哪、啊，看不到粒子效果真的很痛苦。虽然就算有，我也看不出来。为什么看不到？可以调啊。哦，你没有调全部吧？不，那个这一场就是没有。这一场他就是没有给粒子效果。总去大红色的。可是刚刚你们跑的时候好像……那是跑步的效果。就是、对，跑步才有。怎么了？哎、欸、哎。欸担心河那边，哎，刚刚有一条跑过去的，不见了，可恶！对啊，刚有一个人从这边，哎，你那边看到，啊，跟，偷偷的跟，我现在缺红色蘑菇啊，红色蘑菇我在打、啊，我看到了，他在打。你有几个灰色蘑菇？很多。繁星，我他在上面吗？我有七个红色的。为什么？十七个。我有七个红色的。十七。哦，你十七这么多、哦。对、哦。这边有红色蘑菇，去上面挖红色蘑菇好了。
团团在这边挖。为什么刚刚打不到那一个人呢、啊？对啊，我在拼命挥、欸。对啊。我挖十二个，我挖十二个了，我挖十二。妖术哭功哦，不要！快逃、哦！哎、欸，前面有烧剑塔。又看到沙羊。哎、欸、小，好刺激哦！哎、欸，上面这边上面的蘑菇有人在打，有人在打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人在打灰蘑菇，有人在打灰蘑菇。呱呱呱！真的打得到人吗？为什么刚刚挥不到啊？可恶哎、欸！他的爹！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上面，上面这边，对，这边有人啊、哦！欸、有人从我们旁边走过去啊！哇！你在哪里啊？哥哥，你很敢嘞，墩墩、欸！我打到，我打到，快打到，快打到，快跑，快跑！他还在打哎、欸！我去下面吸啊，去下面吸，去下面吸。用走的就完全不会被发现了，不用担心。用走路的完全不会被打哦。嗯，哎、欸，打到一下。是谁呀、啊？哎、欸，哪里？谁在哪里？还在打。我打到，打到。去哪里？赶快换回空手，赶快换回空手。哎、欸，我们剩下一分十几秒了。啊，红蘑菇打了多少了？我觉得够了啦，我身上有十二个彩色的，啊，不是彩色，彩色的，红色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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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二个，对啊，好，差不多了啦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要从哪边走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现在九分钟了，该往下了，该往下，该往下，该往下了。你们木头够吧？你们木头够吧？够够够够够，七个原木而已。我再挖一下。刚刚很刺激。那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事吧？摔伤哦？被打到？被打吗？被打到。哎、欸，换空手用走的。我用打，我在打木头，可是我没有受伤啊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打嘛？哎、啊，欸、我们离超近，这十分钟一到，我们就打架啦。真的哎、欸？你在哪里啊，团团？啊、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哦，好好。前面那边有人啊！刚刚被我们打的到底是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刚其实想按 tap， 可是没看到扣血。我也没看到我扣很多血、啊。空拳没伤害吧？嗯。好了好了，往下往下。砍下去之后再马上切回来。好，我要这边。隐形关闭了。等下等下等下，空空。哦，哭哭，不会吧？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好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，蹲蹲！下来，蹲蹲，蹲蹲下来这边。等一下啊！好，哦，处理掉，处理掉。这边，这边，你看。好好好，处理掉了。好好，可是我没有稿子，哎、欸，先让我读起来。没关系，先读起来。我木稿，我木稿。好急哦！哦，是肌肉了。吓到。那等你挖的石头啦。好。哎、欸，不是。嗯。看看是干嘛？先给你做一下东西。好。我们等你。好。蹲蹲。来，刚刚好。蹲蹲蹲蹲。耶。好按。真的，按迷蒙。叠起来，我来做个思考。哦，那个在团团身上。啊，我给了。为什么会有金苹果？这个十分钟一到就会给十个烤鸡跟一个金苹果啊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哎，好好玩哦！哦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刚刚那一个很好玩哎、欸。刚刚那真的很蛮好笑的，对啊，不知道在干嘛，好好玩，烦哎，没关系，我们有蘑菇汤，我们很多，我身上我的红色蘑菇有十二个，巧克力马上吃蘑菇汤了，刚对，他马上吃，一个人吃就有是不是？对，一个人吃蘑菇汤跟金苹果一样，这样该不会刚刚是他们那对吧？
可是他们刚刚那一队没有什么回损血啊，刚损血是比较多的。有啊，是他们那一队啊。哦，是他们那一队啊，我们刚打他们那队啊。好像就巧克力一个人损蛮多血的吧？好像是哦，那应该就是你打到你用斧头打到巧克力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繁星的血是扣蛮多的，繁星被多余咬了两下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吃蘑菇汤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边界？哦，边界、啊，居然挖到边界。什么？这个洞你挑的哎、欸？我随便乱找一个地方啊！随便乱挖，我随便乱挖的，真的，煤炭也太多了吧？挖个石头。你们的哎、欸、哦，你上面已经那个了，挖掉了。嗯？什么？没有，不是我，哦、我还留着。嗯，哇，枯工直接在外面等着我哎，有够恐怖。嗯，哦，听错，我刚以为有人要过来，吓死了。哦，堵起来，不管了，先走再说。嘿，嘿，嘿，刚刚都吸到你们刚刚丢的是垃圾，哦，白丢，哎呦，是不是很高啊？很高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爆了爆了，换人换人，换我，好，给个台，给个工作台，给个台哦，这里，哦，让我后面一点，这儿几层啊？二十，好，十九，八，你刚刚有挖到铁吗？没，还没。好衰哦，怎么那么衰啊？我还要，我要先累一下，我要跑起来，我要跑起来，等一下。对啊，我怎么跑？跳会扣吗？找这个两格高的这样直线，然后冲，边冲边跳。哦，对耶。没有铁，一堆红石有用哦。哎呦。跟上次那诡异的汤好像，大家都为了饿。可疑的汤，对啊，我上次还没喝到哎、欸。哦，你上次没喝到？我没喝到。你直接失去哦。我喝了很多个。我这边放红，因为旁边是边界啊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补起来。哦，直接全部补起来。全补。哦哦，爽，舒服，舒服。哦，不够不够。都没有铁，我也不舒服。没有铁，哎、欸。嗯这都树齁你知道煤炭、黄金跟红石都看到，就没看到铁，好惨。嗯，好惨，惨兮兮。没啊，我觉得蘑菇汤的饱食度也很高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喝很快吧？哇，好慢。感觉要想办法让自己不要一直饱。对，嗯、我要再你要变成大胃王，在这条路一直跑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下去好了，爆掉了。我们三个人至少要有一个不是全爆的。你说随时吗？对对对，这样到时候遇到什么状况才可以马上吃。好像不错哦，这个主意好像不错。哎、欸，好好好，我现在又饿了一个半。你就饿到剩下三格，是不用，太危险。对，我刚刚应该先吃蘑菇再打枯工的。嗯，错错。旁边有流水声，你们找得到在哪个方向？右边啊，右边。你知道我就算开了字幕，我还是不到这里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这里，为什么？不知道我每次你知道我会挖到最后啊，那个在找那个洞的矿道会变成一个回字形。耳机的声音呢？就我重点是我还是戴耳罩式哦。然后还是挖不到，我还是挖不到，超级蠢。那给你挖了，
继续。你要水深干嘛？走到啊，这里啊。想说不是有洞窟吗？这里啊，欸，有人呢，有人，这边有人来过。对，有插过，哎，插过火把。跟他们嘛，找他们了啦。哎，真的哎，你要吗？有看到人吗？哎，团队你先喝，等一下你再喝。等一下再喝。我是听到有吸东西的声音，是真错觉吗？哦。